其中立新云的制作特别呈现颠福宫歌台之夜晚间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欢迎飞鹰大乐队。Thank you.
Thank you.
生嘛，因为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缘分，大家才可以聚在一起，对不对？才可以认识。也感谢我们所有的一些观众朋友们一起以来呢，对我们的这个陪伴跟支持，还有送上的这个这个福气的这个红包，感谢感恩大家。那今天呢，大家齐聚一堂呢，把所有的这边的好福气呢，稍后呢都偷偷带回家，保佑大家平安健康，还有心想事成。最重要就是你们最喜欢的黑猫，最喜欢的，不管有没有吃饱都是画得出来，对不对？黑猫，我还没有吃饱嘞，我的声音哦，喇叭都不够你们大声嘞。
三那里妈祖生哦，哇，大家来到现场呢，真正是有福气啊，真的是有福气、有财气、有运气啊！谢谢大哥，谢谢。好，谢谢，谢谢老板，谢谢大嫂，谢谢，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到我们的现场呢，一起来共襄盛举。那也是由我们立新宇的制作呢，为您呈现的天福宫啊、哦、歌台之夜。当然呢，我们在我们每一年呢，至少都会来到我们的天福宫，一年都要来两次的，都有来两次的，请掌声鼓励鼓励。啊，不要一年只来两次啊！哦，要像要这样乖一点点，一年至少要来很多次啊，对不对？啊，一个月可以来一次，对不对？啊，因为我的妈祖娘娘呢，可以说是呢，哇，你看我看她待完了呢，待完了吼，三个月就是消妈祖了啊！就是呢，我们的妈祖娘娘哇，可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个台湾啊，在我们华人的世界呢，遍布我们华人世界呢，大家都非常的敬仰的妈祖娘娘。那么呢，也庇佑着大家呢，身体健康平安。那当然，我们在每一年的正月初八，我们就会来到我们的天福宫，以及我们的沙维里沙啊，我们的妈祖星哦。所以呢，浩浩呢也非常的荣幸呢，在我们的一年两次呢的这个歌台之夜，都会来到我们的现场为大家担任我们主持的工作。所以呢，也非常非常的荣幸。所以再次的感谢呢，我们天福宫以及我们妈祖娘娘的保佑，让浩浩呢也可以来到跟我们的立新宇的制作一起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所有的嘉宾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那也希望呢，我们的妈祖娘娘可以保佑大家呢，合家平安，多赚钱，然后呢，大家弄一个好运气。尤其是他们看歌台的大哥大姐，希望呢，我们妈祖娘娘保佑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呢，卡骨顶空空啊，哦，对不对？啊吼，大家弄一个高义啊，哈哈哈哈哈，感谢。好，那当然呢，非常的荣幸，今天哦，我们的方位不一样哈，有感觉到吗？有哈、哦，我们记得很久很多年前的时候呢，差不多在七八九年前的时候，我们的歌台的舞台的就是这个方向。在呢之后呢，我们的方向呢都是面对着我们的妈祖娘娘。那当然，今天为什么舞台会在这边呢？您知道不？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天福宫啊，也可以说是呢非常非常棒的。我们所有的理事们啊，我们所有的这个义工们也好啦，当然我们这一次呢，哦，有好多天好多天，因为我们的这个疫情逐渐开放了之后，其实我们的活动哇，这几天都有在进行啊。听说我们前几天有些朋友是来到现场，是不是？啊，来看我们的这个慈善的这个晚宴的这个舞台性的节目，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8月的演出啊，或者是我们妈祖文化的简介啊，还是呢我们的这个群师献瑞啊，在我们这几天的活动，到我们今天就是正日，我们的歌台之夜。所以呢，再次要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到来。当然天气很热，大家一定要喝水啊，好不好？有没有带水来？没有带水的来举手看一下，没有带水的哈、哦，然后来，把手放下，抹上水来，浩浩教你们要怎么样哈、哦，来。吞了啊！安尼啊，安怎？你想讲我要拿水给你啉呢？我家己都无够水了，我还拿水给你啉呢？啊，好吧，可以了吗？啊，自己慢慢吞了啊，哈，不要吞太多哦，哈，因为我们节目会到10点呢。那当然，谢谢。当然，我们今天待会呢，我们的节目呢会暂停休息一下，就要恭迎呢我们的妈祖娘娘啊回銮回驾啊。所以当然，等一下也会有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多好看的阵头哇、啊，给大家来介绍啊。所以大家慢慢的欣赏，今天可以说是来到现场的人哦，今天值回票价，对不对？又可以看歌台，又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妈祖娘娘的出巡啊。所以呢，大家要把我们的非常非常棒的好运气、非常棒的正能量都把它带回家，好不好？好不好？请来掌声。有分的哈，不好意思，后面的你们也要掌声哦。我有看到你们一清二楚哦，反正我前面的没有看得很清楚哦。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前面有灯光的照射嘛，所以基本上比较没有看到他们的脸啊。但是呢，有看到他们的在哎红喜啊哈啊，基本上哈，你洗手之后来哈，真的后面的朋友非常的感谢你们，前面的朋友非常的感谢哈。你们这边是摇滚区的哈。OK 哈、哦，待会要用力拍掌啊！哈、哦，感谢大家，谢谢。当然，我们来介绍目前幕后所有的工作同仁。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个好的乐队、好的舞台灯光音响，在我们这一班乐队呢，就是在我们每一年，哇，尤其是今年度，在我们的春道河畔，哇，指定的乐队，也是呢，在我们每一年呢，在我们的这个滨海艺术中心的华艺节。
节驻场的乐队，也掌声欢迎飞机大乐队。一人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一副舞台灯光音响。当然，好的乐队要好的舞台灯光音响，但要一位好的司仪。今天晚上的司仪呢，就是呢超级世界宇宙无敌冰冰冰冰上来，以前是小鲜肉，现在是三层肉。干什么？赶紧双手被妥了，我来一个。那当然，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度过非常难忘的晚间时光。很久没有回来我们的歌台了哈。那当然呢，在我们的这个很农历的我们这个清明节哈，这个清明节月呢，也就是我们祭祖的这个月份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歌台最小。当然，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啊，接下来就是迎接呢我们这个妈祖诞。接下来还有我们的很多的母亲节的活动呢，也即将要开跑了。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哦，平常要到浩浩的 page。Facebook 来关注一下，就知道了我在哪里为大家演出，明天在哪里，很乖，好，五级芝麻，后天在哪里，后天不知道哈，啊，后天在我家，啊，大家有空来奉茶 ，OK 啊，哈，啊，卡，什么卡门，卡门哈，你来给我卡门啊，我卡了，你快跑去了，开玩笑啊、哦，好。那接下来哦，对，如果最近比较有空的话，就直播给大家看啊、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锁定了啊、哦，我的这个粉丝专业啊、哦，谢谢大家，谢谢。那节目最后呢，欢迎到了今天晚上第二位出场艺人，欢迎到了这一位，可以说是我们的小樱花之称，为什么呢？他就永远就是我们的安培纳歌唱比赛的总冠军，一人掌声欢迎陈小欣小姐，谢谢。来，好，祝福大家呢，希望这个妈祖呢能保佑大家这个平平安安，天天开心，快快乐乐。是，平常这个唱演唱妈祖的活动多不多？还好。比较少一点小的人哈，所以你看，每一年，我们的天福宫啊，真的是非常照顾我们所有的善男信女，所有的，尤其是我们长辈朋友，对啊，有我们的这个歌台之夜呢，就一起来热闹一下。你说歌台之夜，歌台现在已经算是我们新加坡人哦的这个另一个休闲娱乐的，对，好去处。大家听歌对啊，哦，不管在我们邻里啊，或者是在我们社区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各大的大小庙宇啊，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歌台，网上也能看到、尤其是今年我们的歌台会比较多一点点，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今年国庆日跟农历七月没有碰在一起，太大了，已经算到那边去了。因为今年有闰二月，所以因为每一年呢，我们的这个歌台哈、七月歌台就会跟我们的国庆日哈、绕一点，对，差不多的这个一起同那几天的，所以我们就会取舍。啊，你要看的也太多了，要看这个。对，所以我们就少赚了很多国庆日的主持演出。但是今年呢，很开心，排得好好，刚刚好，不多不少。所以呢，今年你们就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可以说下半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出现很多哈。对 ，OK， 那注意一下啊、我们要注意保养一下。对，要保养啊，保养。那个该做脸的去做脸，该打针的去打针，该运动的去运动哈、不要让人家看到说台上说啊有能量嘞，啊有嚼料嘞，啊有什么料嘞，就你重重尾。其实你真的没有什么变到啊，我好像跟现在这样。哦，人家都问我怎么样保养，怎么样保养？抽烟喝酒熬夜。对。这是我的手，是你啊！哦，你不用对号入座嘞，干嘛对号入座？因为我听而已，又说很熟悉。哦，不用对号入座，大家。哦，你知道是你啊？因为我听很熟，我一
比较健康一点。对对对，要健康才可以保养。哦，像我就那样睡多多，对不对？啊，养足精神，真的啊，不要喝酒。对，早睡早起。是，我现在是早睡早起的。哦，对对对对对哦，他顾小孩就早睡早起。对对对。啊，不错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会比较好。这样健康。对，早上健康，晚上不健康。啊，对对对对对，那不要喝太多的啦。是，现在还有这样的吗？昨晚刚刚喝了。你说刚刚醒了吗？醒了，醒了，醒了哈。OK OK， 我也怕告诉你人，每天我来告诉你，宿醉也不会了哈。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小心也要为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是来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大家有什么非常熟悉的一首华语老歌，叫《淡淡的情愁》。淡淡的情愁，让我们欢迎陈小心，谢谢。
熟悉的一首华语老歌来献给大家。那么呢，刚刚以上两首都是为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华语的金曲来献给大家。那么继续安排一首这个比较轻松的《OK 瓜》来送给我们在场所有的来宾朋友，来送给大家这首《满载》啊，来献给大家。
有经过我们天福宫的理事啊，有经过我们天福宫的同意啊，所以在这个台上呢，为您这个庆生，非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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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荣幸啊！今天就是我们的啊，你把什么做谁啊？对，千秋快乐！你好，我来看一下前面来。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小新今年几岁啊？27。18啊。因为我爸爸嘛，你就会18。哎，难得我们几个酒友，对不对？就在上帮你庆祝，对不对？来，不要这样，酒友这样，干一杯，干一杯，不是干杯，要喝吗？现在祝你这个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你发现他有点害羞，有点青春，有点美丽哦。啊？你怎么会害羞？因为通常如果说 Happy Birthday 拿出来是 Golden Blue 是一支的，你就挂那个蛋糕给他，他不习惯。哎，这个是我们的台主特来准备。而且老板，我们台主要两个月前就要跟我们天福宫申请本命，你知道吗？对啊，哦，而且他是在两个礼拜前就跟我们约好。对，我们的妈祖娘娘今天最大，第二个就是你了。很有福气。对，真的真的哈，哎，祝你身体健康，搞大汉啊，乖乖长大哈，来蹦蹦的蹦蹦的哦。你蹦什么啦？你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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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说我们台上的人都台很多吗？就讲你一个人。欸，我先讲我的吗？对不对？我要自私一点嘛。可是五月是他生日的，不是你的。我可以切到我玩哦。嗯呀，谢谢。不要拿出来，不要拔出来。是没？有这么多规矩吗？现在我跟你讲，年轻人现在切蛋糕是怎样的？老人家哦，切蛋糕放来是这样子，要这样的。不管是这边是他切的，就是哦，譬如说这样哦，蛋糕切下去之后哦，然后这样就好了。对，为什么？不可以拔出来。哦，那让那个另外一个朋友帮你，因为拔出来不舒服。不是啦，你敢说？不是啦，就是这样放着就对了啦。你敢说？嗯啊，让旁边的人帮你解决其他的。什么东西在想什么？我就想到我会那啥吧。想有想无想空想空，我是跟对不对？我是跟刀马拿出来的，没有给我吃蛋糕，我会是不舒服。没有，就是放着人家帮你切。但是我们今天比较特别一点点哈，妈不好意思，现在帮你庆生了之后，蛋糕自己拿下去啊，感谢你。好，我们谢谢。你吃，真的没有，你吃胖一点，我们不用吃哈。来，再次谢谢小新，请他后面的掌声鼓励祝他。会唱歌，不好意思，然后把你们两位这样出来，没有啦，没事啊。阿玲爸爸，你两个推两边啊，会使咧。没有，我用心给你两个介绍一下咧，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很专业的司仪，那我们好，配好，我要 Mickey Mellow 摆节。节目继续，我们来欢迎到了这一对组合呢，可以说呢，现在呢，在我们新加坡歌坛呢，空前绝后的这一组，也是呢所剩无几的这一组，那也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姐妹中组合呢，可以说现在是最红的组合，即将。是，那特别的 music。对啊，阿伯，那你我跟你等出来吧，两边双手枪。没有，后摆呢，看到伊就肯定好，你就哒哒哒哒哒哒哒，锵锵。好，那我这个先卡枪，那是扎气。我扎气啊。我无说看你扎气。哦，阿美是做个老姐啦。啊，没事啦。老姐吗？你平时讲会听你妈做啥来？我妈做波比的，对不对？波比我平安贵善。对哦。应该是经过我前期的，我以为是跑出来，我把它塞进去，塞不进去。哎，刚才说到六月七号嘛，对，哎，大家都快去买票，跟我们一起去云顶嘛。哎呀，赶快去买票哦！哎，买了啊！有浩浩，有宝贝姐妹，还有我的朱莉。你们去几天的？三天的，好像有三天两夜，有四天三夜的，有一天来回的。有一天来回的吗 ？OK， 有。六月七号的买完之后，就要买10月11号了哦。
啊，10月11号你去日本是吧？没有，10月11号去那个星梦游轮呢。哦啊，有我跟陈建斌呢。哇啊！哇，天天出国哎，这样你就要做公民啦。11月啊，日本啊，好，北海道啊。那你就不要做公民啦，你就直接一直飞来飞去就好啦，你做无业游民就好啦。坐厝坐两年半了，坐三年了。哎呀，你坐坐坐坐，我规家靠我坐。谁没有坐？每个人靠你坐坐。哦，安尼坐，大家拢坐啦。坐啊！哎，坐啊！哎，姐啊，我们今麦厝的，我那多不如干了嘞。你啊，我叫你姐啊，不要叫我爷，我爷，因为这是坐礼貌的礼貌。你讲你多几落干，还是我讲我多几礼拜了。我无出来着，所以安尼可能是会压力的，对啦。就是啊，对啦，爱避恶，爱避避种派嘛。你好，你好，对。阿弟那是有歹嘴，你看你去这个云顶唱，你看我也是跟着后面来。是。所以你现在记得去北海道啊，什么道？你记得后面也带我去就好。还记得了，我们三位在上一次在云顶哦，是共处一室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几年前？应该是有7年前。哦，你看7年前呢。哇，7年前那时候我们每天哦混在一起20天呢，开心了18天呢，18、19、20天了，对，每天混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去云顶演那个舞台剧，歌台音乐剧的时候，哇，他们也有很多人去很多天呢，对啊，有没有？而且他们看很多场呢。7年前谁有去的？来看一下，举手，看一下有没有？我有去，对不对？安全老经理，你敢去唱吗？不，伊50几也会去啦。啊？不是，我不太记得。你也看，OK 啦，安尼就唔相当了，你也看。是你呀？啊，手手。啊，手手。唔系，即个讲无讲。我本来在咧讲啥物？我当伊咧只手手一条歌啊，我听啊，我惊死啊。什么歌？讲甲唱淡淡的情愁。为什么不能这样淡？我想要看我淡淡的情愁。看来哦，真的淡淡的。淡淡的就是。婆婆的马路啊，对，今天哦，第三位就请到两位来唱歌，所以也给我们祝福一下，也祝福我们天福宫一下。是要祝福天福宫，当然也要全体是也是忙碌了一整天，也希望马上有位波比大家哈，阖家平安，身体健康，心想好事成。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到我们宝贝姐妹为大家，真的是哦，人同是这样子，你看，连那个麦克风都有钻石了，这个都是你叫我们买的呗。我们这样不红的，你看规矩哦，哎，新加坡卖带流行也是你，这样我买的也是你。我们家里就只有这一个，听说你家里10几套，红的、黑的、大钻、小钻，对，都有。这是他叫我们做的。然后那个时候爱调吗？啊，这是我爱调的。就要配合穿什么衣服，去做那个event company的时候就要换了什么穿什么衣服，然后就要用。红的就带红，不一样，我是旗下，哥没有进步就用造型进步嘛。现在老师真的要请一台歌台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因为每一位歌星都在起价。可是我骑的贵哦，我骑的很有道理嘞，我20年骑一次而已，而且我两个人分到了还比便宜歌星还便宜，真的。所以骑我是非常好的，又说又唱又演又可以打架，哇呵！真的，打架没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麻烦打架要拿准证，可以吗？打架要简单啊，准证有用吗？歌星，我们从来没有打架啦，放心。我们打架有够顶狼的，你不需要加入的话。放心，不要啊！哎，他有烦哥的，我告诉你，出点坎坷呀！我拍死！哎，我出点坎坷哦。那你讲你花几千啊？你叫我花几千啊？三个人一人花几千啊？啊？1000，1000啊？哦，一两个人一人2000，你几千啊？你几千还很乖哦？还乖哦？没乖几千啊？哦，还袂歹呢。不一样哦，两位要我们的啊，这个歌曲什么的？那一首刚刚你不要写
什么歌，可是根本说哪人的秋风啊？啊，对对对，一起来吹一下风，前面有人点一下啊，在哪有点啊？啊，来我吹一下，大林木先生的成名曲，来哪人的秋风？欢迎宝贝姐妹开始吹。流汗。
而且没有看到这么这个盛大的这个神明的这个清楚，而且今天来到现场是我们大家都非常这个敬爱的妈祖娘娘的这个保单签，就希望大家能够被庇佑，大家身体健康哈，心里慌心里慌，哎对不慌，心里慌后尾慌都来啊啊，哎那休息那个接着是希望我卖起头慌的，卖起笑起笑。哦，不过讲回来，要经过我起头慌的。对啦，要有白有白嘛，我得经过有白嘛。爱认真爱有礼貌，啊！你看你看无看我，我会较水咩？哈，水是无啦，肥是有啦。我应该多矮啦？接下来我们再来另外一首歌曲。那姐当天来我家，她说一补补一嘞。对啊，雪香很厉害。我知道为什么礼拜天不要来补，因为你的很漂亮。哈，哈，哦，他有节目，那没关系，我拿音给他，他帮你补。好了，可以了，我们再看。没事，还在，你在哪？因为我上台我就 check 了 ，OK 还好，还美美的 ，OK 好，谢谢你啊。那继续，我们来这首歌曲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哎，《新鸳鸯蝴蝶梦》。我刚刚就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讲穿长裙，因为外卡腿。对，他讲穿长裙第一首歌《恼人的秋风》。是啊，我动也动不了。刚刚讲我就哦先写了，好，来不要进啦，穿短了也没有再动了。老师，《新鸳鸯蝴蝶梦》，谢谢老师。那希望大家会想这首黄安琪大哥的歌曲。新鸳鸯蝴蝶梦，来，你把脑筋别爱飞，也是在飞就是不好去吧，啊，不要飞啦。又会怎样？
谢谢。马老师也本人三个呀，我今天去煮个那是包肉粽了。其实很要到我，不是，我是我三斤啊，你是他要到不要到？那我们中午啊，快啊快，你这样我三月到三个呀，你是无聊，我来看看我俩就碰见了。那是我听到人讲你无聊啊，我还希望你讲人讲你无无聊嘛，你讲无聊，有见了讲好，有错有错。他，伊差不多七年就换了，我是二十年。阿哥，你讲我换岗，你笑嘛是无？我怎么笑？你讲没理由。要紧呢？其实有办法再找第二个也是不容易的。你想讲我真爱真黑你嘞，对不？喂，你讲你疯狂？真气人啊！对不？你讲你不好，你就爱换。哦，不好爱。那你不好，你一直跟他在一起有什么用？你不好，你爱换，你人生干老有干啥子？空壳，就是不好。老板的辛苦比该拖我啊，该虐待，该忽略，啊，你个是对的。啊，那我们两姐妹的性格不一样啊。你看就知道。我嘛好，我久啊，伊过了，啊，你快乐，你家己爱艰苦，我老找无人就是。我无诶，哈哈，你无我排过一工哦，你找找，我十多十啊，二十都找我去。好势。所以我卖换，二十年我卖换。所以四十岁我讲找我卖换，无人换啊，幸福要自己闯。所以我二十年我感恩啊，二十年无，因为我找无别人来敢爱我。来，老师，幸福自己闯。这是最真实的那一句话，他说出了。真心话呀，全国真心的，很坏嘞。他不止今天，他还哈哈笑。全国的，幸福要自己闯啊！不要紧，二十年都这样的，接下来二十年我自己慢慢说咯。伊无爱我，我爱伊留好了。老师 ，Let's go， 幸福要自己闯。Thank you， 继续往外。希望大家听了，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下，都是幸福的。你快乐就是快乐，好吧？不要想不好，未来太有可能啊！幸福要自己闯。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
你很久没有讲话了吗？对，我也不懂要讲什么。你不用急啊，而且我享受今天晚上的舞台。而且你很奇怪，你很紧张，一直要讲的，希望你会喜欢，希望你会喜欢，不喜欢都给你讲到喜欢去了。没有，应该全是喜欢的，因为他们都有笑容，有拍手，有很开心。我跟你讲啊，我没有写到好听歌啦，你们要学好听歌要听的，因为我没有写好听歌，但我等主播把给我老来了，就我来表现好听歌啊，就不应该表现好听歌。是不是等一杯啊？你看我没等几条八哥嘞？我敢无人啦，无我来食开个爱情红，你歌摇摇的，摇摇等一杯。你嘛是酒？我咪是讲我是八哥，我是讲我爱啉酒。酒吼是在每个呢庆典的场合里头必备的，一定要绝对少不了。酒会也叫喜酒啊，对呀、啊，喜酒啊，那满月酒啊，对不对？还有什么？庆功宴、庆功酒啊。酒吼有啉酒好，酒会使啉，爱啉较少。啊，有些都靠流，爱喝那种空空的、一半糖糖的酒嘛，有嘛？哦，这可以喝，不要喝醉。嗯，啊，可以喝到啊，喝没有喝醉，没有小费啊。奇怪，这样跟他不搞掉。嗯，阿丽，等一下我喝醉，我来拿小费啊。来，干几杯可以吗？反正你是你点，我都没有唱到我们的歌哈，送给大家。干几杯，几杯多高啊？你在讲杯？干几杯，好几杯，送给大家。
住田港那里啊，靠近啊。你住哪里？皇宫旁边啊。哦，皇宫旁边。对啊。你住皇宫旁边。对啊对啊。你住皇宫旁边，我曾经住过。哈哈哈。我那些住很远啊，很少人住。雪香姐跟他讲啊，我住哪里大家都知道。对啊。反正知道我那间叫做大宝的街，我去哪里？是是是，哦，好。对对对，那再次谢谢两位金师爷，谢谢。你是好、oh, OK， 欢迎罗恩琪。你真的是快一点。谢谢大家好，哥哥好。哇，你很像在英勇啊，你。宝贝姐妹，他多两年，我香美鬼力，我那香鬼鬼。他很快的。这边你赶快查这边，你赶快给我赶快查这边。他都讲这大声，还没有上来就听到。怎样？讲怎样？讲他你很肥的罗恩琪。哎呦，怎么可以讲女生肥啊？对啊，都是婴儿肥。对不对？对对对对，人家都是小朋友的婴儿肥。对对，还有 QQ 的 QQ 的碰腿碰腿。啊，多来啦哇！你是这样每天都吃饭的？没有嘞，没有吃饭嘞。哦，没有吃饭啊？不吃饭还可以这样哦？不懂嘞。哦，我无食饭嘞。吃汉堡。吃汉堡，吃啊，乌西亚，对，吃面包啊，乌西亚，乌西亚。狗狗跟你讲啊，你只要回去把面粉类的戒掉，戒掉，你在一个星期内就瘦了。真的呀？面不要吃，面包不要吃，有面粉类的东西不要吃，饭不要吃。你要吃饭，你就吃那个印度米，有没有？印度米啊。那个的糖分比较不会那么高，像我们在减肥的时候，你就会吃印度米或者是吃糙米，但是糙米还是不给，还是要少一点点，印度米比较好一点。哦，知道吗 ？OK OK， 我要 try， 你 try 真的，一个礼拜保证你瘦，没有瘦的话你来找我。OK， 真的哦，面粉类的哦，真的哦。好好好，好，当然了，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就是这样，健康就好，对不对啊？不用管他哦，这个高矮胖瘦那个不重要。啊、哦，身体健康比较重要，不要像那种怪叔叔讲的，不要比那种叔叔，那种叔叔哦，每天只会看那种哦，哎，要穿露露的啦，哈、哦，要穿少少的啦，哈、哦，开叉要开到这边的啦，对，那叔叔，这种叔叔不要管他，啊、oh, okay. ，他不会欣赏的，啊、ah, ，OK OK， 对不对？啊，他欣赏的都是林如萍、许琼芳姐姐那种的，对对。哦、oh, ，年龄层不一样，啊，年龄层不一样， oh, 对， okay. 他不喜欢看嫩草。你这种嫩草他不喜欢，他比较喜欢看那种冬虫夏草啊，比较贵一点点的，贵一点点的。没有，你跟他，你过来，你跟他讲，你直接跟他讲，不用跟他客气的。讲什么？狗狗在这里给你靠。啊，阿庄狗狗。阿庄狗狗。你不会欣赏。你不会欣赏。哼哼哼。啊！哈哈哈哈哈哈！越长越肥，越长越准的。哇，你骗我！老师。我是得罪了，主播。老师，你骗我！你在听，你骗我。不会啦，而且现在我们的这个罗恩琴哦，穿的衣服都是比较年轻人比较懂的啊，可能你有玩电游啦，有玩那个cosplay 啦，他笑脸的啊，那都就会懂的这样子的哦。啊，好 ，OK， 那加油啦哈！一个礼拜之后我看你不一样哦。好，好不好？这个是，如果是这样的哦，勾扎阿公阿妈公这是低头回啦。哈？啊，低头回，低头回。啊？前面是低头回。你回去问你阿妈哦，阿妈应该知道。啊。阿妈回。啊，回去问阿妈就知道什么是低头。阿妈，你知道什么是低头回不？知啊，阿妈知道，回去跟你解释。啊 ，OK OK。啊，对对对，这不行的话，狗狗带你去打针。啊？啊？打什么针？那你去那个宝贝姐姐打的那一间啊。宝贝姐姐打了啊，大概很小很小很小那种。哦，这样。也会变小的。啊，对不对？啊。
带你去啊。好 ，OK。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带什么好听的歌来送给大家呢？好，第一首歌我来送唱这首，有唱到妈做的歌。哎，真的太好了。对对对，来这首《拜请》。拜请，热烈掌声欢迎罗恩琪。谢谢。来送上这首神奇的马。
来，送给大家，
刚好呢，这个星期天是母亲节，5月14号，五月的情人节就是母亲节。我们来送上这首歌，歌颂妈妈的伟大的一首歌，来一首《妈妈也要哭》，送给大家一首点唱歌曲，希望你喜欢，谢谢。唱歌很好听，哇！谢谢。我说对啊，我蛮喜欢安琪的歌声的，因为你的唱歌的。
福建歌曲，闽南语歌曲很像台湾人在唱闽南语歌，所以你把每一首台湾歌、台语歌、闽南语歌唱得很道地、很道地。是，就这样，就没有你们那个马来西亚强。因为台湾人认证。因为有时候马来西亚朋友唱的那个 Hokkien 歌有这个马来西亚强的。不一样的哦。对，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但是你唱起来感觉你像台湾人在唱台湾歌。我唱起来像台湾人。对，而且你的男朋友今天有来的哦。我的男朋友啊。没有啊，没有办法哦。没有，你们没有去留那个电话，留一下电话号码。对，没有。我可以飞鸽传书吗？是哦。哎，我他问他一下下啦，你等我一下啦。等一下。啊，你帮我问啊。我帮你问啦，因为你自己问不好意思啦。他可能看我越来越大字这样吗？啊，你什么？他看我越来越大这样。没有，越来越大字不会讲自己越来越大字，不要讲什么。越来越营养。越来越营养。对。吃得好，睡得好，吃得好，睡得好，用得好，用得好，对，这样哦，像你这样的很好的哦。如果嫁去台湾更好了，更好啊。对啊，冬暖夏凉都不用买床的哦，对不对？不用买被子的，对不对？啊，也是省钱。对，很重要的。啊，你是咩代志啊？哦，啊，你现在讲话，阿姐。做工哦，哎呦，不好意思呢，做工，干嘛呢？你看人家做工还来看歌台，跟人家谢谢一下。谢谢您放工来看歌台。哎呀哦，大姐，你阿公接了你，啊你刚刚做，啊你刚刚做工啊，做这种工的，做到几点？啊，做到八点呐、啊，你跟老板讲呐、啊，不可以啦、啊，以后做到六点啊。接下来我要来介绍的这一位呢，希望呢我可以介绍他们成功。我在歌坛呢也介绍了很多对的这个歌手哈，然后变成夫妻也好，新年大爆肥啊，或者是在这个歌台方面呢帮他们这个求婚也好，或者是之后呢帮他们主持结婚典礼也好，那是李恩呢？啊，那是李恩，第二班高音呢？第二班哦，大宝贝，刚刚大宝贝头一摆高音，无叫我。离婚啊！第二摆交银，我主持的，到今嘛还袂离，我生一个。哇，这样你是要认证了，一定要请你了。他的妹妹今天帮我做结婚的，后来他妹妹生了，现在生了三个，哦，还有生了双胞胎的。哇，真搞笑。所以节目呢，继续我要来介绍呢，这位呢，在我们的歌台界是我们的歌台的新人，那也是呢，现在的历史最受欢迎的一位男歌手。那我呢，想说要把他介绍给我们罗恩琪，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我们先把他请出来问一下。一人掌声欢迎陈翔。老师好，灯光一下，全部好，这个精神啊！我把论文后两个都晒掉，两个伯伯你真肥啊，你个精神，精神啊，一点点啊。我把那光大家好，来光也晒，别晒，别晒。你光你想晒，你光也啦。OK， 会晒嘛？啊，你几岁？啊，几点几？22。你几岁？你几岁？哦，你几岁？哇，两个都是22嘞。啊，四个二啦。哎，这那是几对呀？哈哈哈哈哈。嗯，是。这是几对呀？嗯，是啊。哦。是啦，我们是点点的，别再讲。哦，拍谁，中了手的。不是，你。哎，阿哲在哪里？放流。阿哲，那个放流。啊，来了。很重要，老王也
我弟爷啊，我帮他顾着。哎呦，哪里啊喂？要死我，我帮人帮人包出来哦。哦，啊，你的身体好啊，敢讲无黄黄无无起泡的啊啊啊！啊，叫你给两包诶。哦，啊，你给两包，一包要我来啊？太神啦！你什么？白滚水啊？白滚水我家己有榨啦，你有白滚水？啊，不然八种八种的啦，那个哈。好，来，陈翔，哎，今天是我们的妈祖诞哈，第一次来到，哎，对 对, 對，第一次，我第一次，第一次吗？我第一次来这边唱歌。哦，来跟大家问好一下，介绍自己哈。呀啊啊！听，哦，认真听，认真听。好，来那里现场的吼，阿哥阿弟哦，大家好，我是陈翔啊，头一摆那里三月二三来到嘉义，你可以有年轻人一点，哦，年轻人一点，才22岁，你可以不要哦。大家好，我是陈翔吼，啊吼，给你两两三年这样阿错吼，嗯，你看他笑脸，这好像在中原顶叠的那种感觉。中原边我那边我看老老看看在中原下年轻人一点哈 ，OK， 啊 boy boy OK 啊，啊 boy 啊 boy 啊。好了，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啊，我的朋友，我叫陈翔，今年22岁啊，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妈祖宫这边，那天福宫，来个掌声鼓励，掌声鼓励。Yeah, 等一下，你第一次来到叫我干嘛？叫人家给你掌声鼓励？因为要热闹一下，热闹哈。Yeah, yeah, yeah. 我第一首歌唱周杰伦的歌。啊，周杰伦，就第一首歌。啊，周杰伦。唔呀，无唔呀，我听不懂。你填空间吼，讲骗话吼，落去的后摆都免来了。有啦，一句会使啦，一句。好，来。菊花台。无聊。什么菊花？菊花台要周杰伦的歌吗？哦。菊花台。安尼一句呢？哎。哦，安尼一句，后摆搁来一摆呢。安尼你等我一下。哎，好。对，小妹妹啊，也是22岁，22岁，罗恩琪，嗯，那你 OK 吗？我 OK 吗？喜欢，对这种女孩子喜欢吗？啊，欣赏啊，不是喜欢。本来是 OK 的啦，本来、啊，不好意思，你的本来是怎么样？是因为我上来，他讲别赛，好，我就溜灯了。哦。啊女孩子尽量不要在男生面前讲别赛别赛别赛。哦。男生不喜欢女孩子跟讲别赛，要看到他说别赛。今天赛，对吧 ？OK。不来是别赛，要不你老公别赛。你今天赛。哇，刚笑。哇，你马上。竞赛，好，搞不定，OK 了哈。那你下次留个电话给人家，叫朋友，有时候两个人也是可以讨论一下唱什么歌啊。啊，对呀，我们有合唱，有时候合唱啊，对呀。有电话号码，有。OK 哈，两个人去培养默契呀。哦 ，OK。好，你很敷衍。刚刚还没有上来，你帮我注意一下。没事的哦 ，OK。好啦哈，那希望两位都可以早日找到一个女朋友，早日找到一个男朋友啊！好，谢谢。我们在这边掌声，谢谢罗恩琪，谢谢大家，谢谢。用走着，慢慢走。谢谢。好，来，今天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陈翔，那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百灵母庙，我们的天福宫，然后呢演唱歌曲呢给我们的这个妈祖娘娘哈来听啊，阿姨把那里叫醒，跟那妈祖娘娘抱平那里陈翔，那一路顺遂，在我们的这个歌台的事业呢蒸蒸日上，步步高升。恭喜啊，谢谢，感恩。那给那男青春后面我笑脸呢？笑脸呢？那就笑得好看。笑脸男青春，我得背部学翔哦。对。来，这条歌是阮小弟的歌，阮小弟，来，阮小弟大概的歌曲《舞伴》送给大家。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欢迎陈翔的演唱，谢谢。有啊，再起来有。Thank you.
这边哈，替刘阿姨嘴哈，跟替哈大哥大姐的这个掌声。好、yeah. 不好意思啊，我们可能要请您稍作休息。没事没事，下下。Yeah. 待会呢，我们再请您再上台。可以可以。啊，再次谢谢陈翔。谢谢。好的，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哇，流行 get in 啦，这个时间呢，我的喜蛋年纪的好运的时间，及时已到，我们的妈祖娘娘呢，也已经呢回家。可能如果你们想方便更方便，你们就把椅子转过去啊，你们就把椅子转向前面也是可以的哈、哦、啊 ，OK 啊，好、啊，对不起对不起，来收讯，收讯有问题，继续唱吗？继续唱吗？好好好 ，OK， 那神翔可以再上来 ，OK 啊，好呀，我们在短线夹那人民，哎，来来来来，大家好大家好，麦克风传传六天了，好、哦，奥奥兰哥吗？你别在讲，因为我们是听这个我们庙的这个指令的。哦，对对对对。好，那继续，那我们继续唱，继续唱，不要浪费时间哈。好，来来，第二首歌曲哈，就唱跟这个妈祖娘娘哈，是跟这个波比那的出海哈抓鱼的这个人有关的啦。哦，就是妈祖娘娘是保佑这个出海去捕鱼的人，所以我想选的这首歌曲哈，跟这个出海有关的哈。这条歌是来自陈丽蓉的歌，歌名叫做《行船人会顺情天》，谢谢。Yeah.
好的，在我们现场看到我们南仙龙狮体育会阵容非常的浩大，有我们的祥狮献瑞，有我们的祥龙献瑞，林敏生呢，我们的妈祖娘娘回銮。非常浩大的场面，你看热热闹闹的啊！所以在我们现场，在我们直播上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现在呢为您介绍是在我们新加坡的百年古庙天福宫，我们的百年古庙天福宫，今天是我们的3月23，我们的妈祖诞，是我们的妈祖的生日，我们难得的机会可以看到呢亲眼目睹，在我们现场我们的妈祖出巡。现在呢，我们正等待着我们的妈祖回銮。当然呢，还有我们的仙童，有看到了哈，非常的可爱。来，那这边很多的朋友，以及咱的上面的朋友啊，咱直播间的朋友，今麦最快乐，咱的新加坡百年古庙，就是咱的天福宫，咱的天福宫的妈祖庙。今仔日是咱的这个妈祖新年这个日子，所以呢，咱的这个疫情哈，被开放之后，我们就进行我们的妈祖出巡。刚刚呢，在我们的晚上的7点的时候，刚刚呢，我们的妈祖出巡，然后呢，绕境呢，我们的所有啊，我们附近所有的商家，我们的这个街道，来封闭呢，我们所有的山南信女，我们所有的街道朋友。现在我们请我们朱丽丽要来带来这首歌曲《妈祖颂》，现场的朋友来送给山南信女相救喊救，拜拜。一妈一起扬杯。
酒啊酒，来欢迎咱的妈祖回銮。妈祖有酒香，心大
哇啦！好震撼！哦，哇！好的，掌声鼓励鼓励，谢谢我们所有天福宫，所有的理事同家楼主，当然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与会的善男信女，以及我们所有的掌旗的也好啦，或者是掌我们的这个妈祖哈的这个服务的持驾的啊持旗的都可以，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大家的诚心和诚意。当然现在也看到了我们随行的随后的很多的这个善男信女哈，跟大家的莲花灯是。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我们过平安桥的仪式。所以我们还没有想的，今天想要过平安桥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哈，希望在我们的下半年，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快乐。是，我们的妈祖是非常非常的哈，非常非常的灵验，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尽一番啊，大家能够哈以一个诚心呐、啊，去拜拜哦啊，那妈祖带着福利哦，大发财呀、啊。是哈，所以呢，在此跟大家报告一下，恁是每位平安桥的朋友，今嘛这个时间哈，那现在开始来过咱的平安桥了哈。哇，来哈，咱的这个大家好，今天这个林美丁哈，咱的迎接哈，要到顶咱的排队啊，依序排队来过我们的平安桥。希望呢，咱的今天妈祖娘娘呢，保庇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发财。哇，那新加坡人称呼妈祖娘娘啊，对。新的情绪非常的量大哦，对啊，那大家的这个你就是你的那个心情，对不对？对的，这个激昂，对不对？是激动的、感动的、好，那也要谢谢我们朱莉莉为大家带来这个妈祖颂，掌声鼓励给莉莉姐，谢谢。今天呢，就是特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妈祖绕境哈，妈祖我们的这个出巡，所以请到我们莉莉姐特地来唱这一首歌的啊，这首歌其实我跟你讲，我每次都会唱错，所以啊，我今天。放了 screen 的大荧幕，让大家一起对，大家一起来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回到我们舞台上的娱乐节目之外呢，当然、我们还再次报告，每个平安各位朋友，今天你很平安在报名了吗？每个平安朋友先去过哦，感谢大家。好，把时间交给咱的丽丽。好，来，那我想呢，接下来为大家弹的是一首《红颜》，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甘愿》呐。甘愿，嘿。有感官不？有，很感官的，真正感官。过来，好奇的歌，好奇的歌。嘿，Go!
大家安排的是一首轻快的一点，轻快的一首心情哇哇哇。但是看现场还是比较好看一点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经典华语金曲。那我们的老师呢，把它重新的改编了一下。待会会唱的朋友，请跟我一起唱哦。谢谢大家，谢谢。先来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好吗？再来一个掌声，尖叫声好吗？美啦美啦，我爱你，理想的好成。
想到了歌台就想想你。你们好整齐哦，谢谢。有听到？然后这边有听到？这到底是哪？叫伊也夹到呀？哦，好，谢谢，谢谢大姐，谢谢您，谢谢龙华姐，感谢，好，谢谢你们的红包，非常感谢，谢谢。哎，一楠好久不见哦。好的，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是我新学的一首歌。那今天为了要来我们的天福宫，那也要送给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嘉宾朋友、所有来宾朋友。那当然呢，也要送给我们的妈祖娘娘，还要送给我们所有的理事们，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哈。OK， 那我们现在来带来这首歌。听我话了哦，加油！哇，来，谢谢蓝仙，谢谢谢谢蓝仙。好的，接下来我要带来这首歌曲是《花店瓜》。如果你们没有听过这首歌的话，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然后呢，有听过的朋友、没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快来，再来这首歌曲，《妈祖的囡仔》。
首歌曲应该你们是第一次唱，听浩浩唱对不对 ？OK， 我也是第一次唱，也是第一次跟老师合作，谢谢老师。好，好，老师，接下来我们有很多妈祖的活动哦，你可以那个可以演唱。好，那接下来要继续跟大家带来这一首，也是大家耳熟能详。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希望我们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唱。如果你们会唱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现在要跟我讲这句话的女生很少。谢谢你，听我
会陶醉，是真的啊，非常认真的唱。通常要是现在大家通常的大姐们听我唱歌会比较晚上比较好睡，所以他才来啊，比较不会陶醉，因为我有催眠的效果。好，今天是我们如果妈祖诞，是，那也欢迎我们丽颖来到我们现场，是我的福气，是来先跟我们的这个妈祖娘娘祝福一下，祝贺一下，然后再来跟大家请安问候，祝妈祖娘娘千秋哦，千秋，然后呢？然后千秋，千千秋，千千秋啊，千千秋，万千千千千秋，万岁万万岁，对不对啊？妈祖要怎么祝福？哦，千秋千千秋喽，对呀、啊、对呀、啊，然后这边就是万岁万万岁，加起来几万岁了。是，希望大家呢健康常在，好运常伴啊！是，好，那看到我们刚刚来到我们现场哈，来参拜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有一些是可能很少看歌坛的朋友哈，大家莅临我们的现场，然后也来观看一下我们新加坡的这个特有文化。这边的朋友，尤其是你看年轻人站在那边了，很少哦。你们是新加坡人吗？不是，你们是哪里来的朋友？马来西亚。哦、马来西亚也是有歌台嘛，对不对？马来西亚哪里呀、啊？马来西亚哪里？马六甲嘛。马六甲。哇，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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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旅游。马六甲的那个街哦，那个鸡饭一定很好吃的哦。鸡肉今天讲马来西亚的鸡肉好吃哎、欸，我平时是讲我们海南的鸡肉好吃。不一样的，那个那边的鸡饭有一粒的鸡饭的。我们海南家乡也有是有。诚意都没有，你看两个人在游，要不要上来上面坐啊？好，请你来台下坐一下。哦、你好哈，我叫浩浩，好来。我叫丽颖，有空在我到我的 page 帮我 follow 一下，不用钱的。有空在我的 Facebook 啊，丽颖 follow 一下。啊，那他们就不需要了，不用管他太多了哈。OK， 怎么样？我看出来了，丽颖，海南姑娘，海南姑娘的啊，跟你们的海南鸡饭有点连结的啊。对对对，就是海南两个字有连结哈。好，祝福你们平安、健康、快乐。是的，妈祖娘娘会保佑你们永远青春、永远美丽、永远帅气啊、哦。OK， 谢谢。你好，哎，三姐，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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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谢谢。马来西亚的歌台有没有这样收红包的？有，有没有？有。再来一波。马来西亚的歌台有没有像新加坡这样歌台这样多人的？也有也有哦，这样子很多人的哦。哦，马来西亚的歌台有没有像我们这边歌台这样哦？那个这样高一来打架这样的哦。三包就好了，我要讲他这样、哦。有没有像三包死这样被罚钱的哦？没有哦，啊，输了哦。就靠你宣传，真是的。刚讲好的啦，你赢了。有空再叫你们看啊、哦、有打的时候我再 live 给你们看。你这个班长怎么带班的？啊？什么？打架就来唱，看平时没事就 follow 你的 page， 然后看直播看。对，要讲啊，对不对？他实话就实说嘛、啊。但是我们这边没有打架的哦。嗯，没有、因为我们这边的所有的义工朋友都很有守秩序的，你看他们都做到真正的，不敢做歪歪的哦，对不对？啊，这么好来啊，班长点名啊。脚要夹起来的哦，不要这样哦，人家那个外国人来看的，我们要有水准的哦。好，那当然呢，在我们每一年哈，我们的天福宫哈的这个歌台之夜的时候呢，要非常的感谢，就是我们穿红色衣服的，现在也是赞助的哈，穿红色衣服的，就是我们天福宫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的义工朋友，我觉得他们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从白天就要忙到晚上，他们要最早来，最晚回家，所以我们全场朋友，不管你刚刚有没有拍手，这一个拍手一定要给他们全场的女士义工们，非常谢谢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帮我们维持秩序哈，谢谢。临时插播。哦，那马来西亚的朋友，那个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哈，我们的。
节目总监啊，说那里面还有那个米粉的可以吃的，可以吃的，吃饱平安的，对，吃起来哦，哇，今天是米粉的，快讲一个吃起来哦，跟大家好一起吃，对啊，吃吃吃，你看打包打包啦，可以带回家的。好，所以我们现场的朋友啊，我们的这个理事哈，我们的这个义工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们报告说，我们里面还有一碗一碗的米粉，平安米粉呢，大家吃的会平安，可以带回大家，如果想吃的朋友。如果不想吃的，请不要拿哈，请不要浪费食物，拜托。OK， 好 ，OK， 好，要吃的才拿哦。谢谢大家，这样的朋友现在可以拿了哈，谢谢大家。好的，那现在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丽颖。好嘞，首先带出一首中国流行歌曲《九岁的蝴蝶》，欢迎林丽颖，掌声鼓励。谢谢，谢谢王子，好好好，谢谢了。哇哦，老师在唱，有这个火，厉害厉害厉害。Yeah.
Thank you.
那刚才主办单位提醒来一下，那就是说丽颖还有多一首歌的时间，哇，太棒了，谢谢。唱最后一个呢，是有收获的啊。又梦你了一圈啊，可以吗？亲爱的妈妈们、姐姐们、哥哥们，可以啊。老师，不好意思，老师，我是唱的很熟啦，这次老师打得好，感觉好辛苦。哇，谢谢叶老师，全场3个小时不容易，真的。好、哦，然后大家呢做了3个小时也太不简单了，真的。我这高跟鞋要穿3个小时，哈哈。等一下先脱下去，都不能走路，是真的真的。年轻的时候我穿这个鞋已经唱歌二十年嘛，就穿了20年，没有办法，超高度有限，就得靠这个来修饰，对不对？不要跳舞哈、跳舞啊！哟，你怎么看这么看得起阿姨？阿姨是没有办法。我李艺锦呢，摆手拥抱你离去，继续带给大家哈，谢谢大家，谢谢。不离去，不放弃，不嫌弃，一首拥抱你离去，一首我要送给我们的小美。接着老师送上感谢。Thank you.
这样。如果他当天哇，红包一收了，整个扭到不行了、哦。今天要感谢罗浩浩，他带动我的。直接从盛港扭到开拓港去了，你的屁股。哇，有别的阿传坐前面，难得一遇，总帅哥台粉丝帅哥，有的有就有了。粉丝，你说粉丝什么？歌台粉丝帅哥，帅，你是把酒钱吗？你是老花还是近视？在阿传面前，我没有带老酒。他这种叫帅哥，你真的是哦，哎呦，